看一下好不好？帮忙一下，让我看一下啊、哦。如果有两个晶片不小心绑到别人的，麻烦这个时候赶快给它取下来啊。那你注意啊，大家要注意这点哦。好，今天我们再次感谢南投县仁爱分局哈、哦、县警局给我们担任前导车哈、哦。大会两个规定，两个要求。第一个规定，全程带着微笑，好不好？第二个规定，不能超越前导车。好、哦，这是这个大会的规定，好不好？我们请警察同仁帮忙配合。